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《荒猪哥游戏解说》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《噬魂4》的高手对决，一匹孤炭，二匹笑红尘啊，两个人使用的是橘右京对二匹的风间苍月啊。苍月的话，一般有当年很多人管他叫这个水神啊，因为他是使用这个水属性啊，这种力量作战的一位啊刺客。橘右京自然不用多说，熟悉噬魂的玩家都清楚橘右京这个角色的魅力了。在四代的话，这个连招会得到一个提升啊，打起来会非常具观赏性。远距离一个中刀牵制是苍月的非常好用的一个普通技能，简称抓头。在四代的话，他这个抓就变成一个跟之前的不一样了，跟之前的一二代不一样。一二代的抓人会把对方直接摔出去，那到了三代四代，他这个抓就变成一个破坏对方啊这个防御动作的一个动作，会把对方晃开。好的，哇，爆气了，直接发动一个 AB 斩连斩，漂亮。又怎么连又连超杀吗？这个时候橘右京一看不妙，马上发动自己发动爆气。我去，这个 ABC 连斩被对方抓一个漏洞，直接空中啊一个锁头。这样一来，两个人都没有能量了，都没有气了。 ABC 同时按下就是爆气，暴气的时候呢会中断对方的攻击啊，但是这个只能有一次机会。我们看现在两个人现在能量槽都已经消失不见，柳京现在还是比较给力，被对方缺反中刀，低空小跳一个重刀，血量已经红了。四代的话他的是两管血，好的，呦，差一点也被对方偷一个下段，再来一下重刀，结果呢是孤单啊，拿扳回一局啊。噬魂四代的话，橘右京这个角色已经不像噬魂二那么强了，不过呢他的水平啊依然还排在这个可以说是排在四强啊，可以说排在前六吧。小中刀被对方一个反崩破坏防御，低空小跳中刀之后再取消中刀，这是一个极限的一个超强难度一个身法。橘右京现在只剩一个中刀的伤害，怎么办？对方在玩弄他吗？这是笑红尘的水平啊，应该说比孤独泰要高一个等级。好的，想接一个下刀没跟上，慢了 ，AB 闪回避，中刀。这个着急了孤独泰，结果呢被一刀分尸啊。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朋友们喜欢噬魂玩家关注红哥游戏解说，那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